从小就非常喜欢车子，大概十几岁的时候，你有个梦想，就是说你有一台Porsche 的911。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在广告圈，工作非常的忙。你到了某一个职位之后，你真正的比较稳定，相对稳定的后，因缘机会碰到了现在这台911。它其实是像一个很大的一个玩具，那你的玩具你很想保持很好的状态。这台1991年的911，其实它状况不是非常好，当时遇到。那我不主张去大改车子，我希望把它修复到它原来原始的样子。所以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它的零件啊，然后还有就是我从美国自己试着去订零件，引擎的翻修，到甚至内装、地毯，所有都能够希望能够恢复到比较它原始的状态。很少应该有人上班的时候，你面对一个右边是太平洋龟山岛，然后左边就是一个山脉。但我为了怕我自己又看不到龟山岛，所以往往我会把我的副驾的椅背把它躺平，这样我的视线就会变得更开阔。从城市回来乡下的时候，到了宜兰平原的时候，整个开阔的感觉又让我把今天整天的不愉快也好，或是压力，整个就把它放松掉。因为这种气冷的911，它必须它一直在奔跑的状态，否则就会过热。所以它基本上，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在乡下的车子。如果是周末的时候，我通常都会去找朋友，然后去喝杯茶，然后去跟他们聊聊，他们的狗啊，因为我们自己很爱养狗。你看到新的911，其实你可以发现它跟旧的线条还是有很多的传承的。它的灯啊，尤其这些线条，还有它的轮毂的线条，其实都是可以看到它们有相同的血统。新的因为一直不断的在变，我只能说像这样的一个经典的911，就是停在一个永恒。对我来讲，我喜欢这种感觉。最近的一次是我自己的邻居，他对这些老车非常非常的有兴趣，那他就问起了我说，可能他已经观察很久了，终于鼓起勇气来问我说，有没有兴趣割爱？那我其实回他一句说，这么经典，你舍得吗？